像是屏东院推出桌上行功德桶，今年特别演出即时做功德行动剧，呼吁各行各业加入爱心据点行列，让爱心可以遍布屏东县大街小巷，也方便民众小额捐款，顺手行善。哎，你们这边有这个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功德桶？对呀，就10元就可以买一布尿布给植物人喽，要不要响应一下？刚好有10块。 创世屏东院搬至归来新院，安养人数增加，每月入不敷出，除缺少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，发票量也下滑，因此推出即时行善捐尿布活动。万吉建设特别响应公益，赞助500个功德桶。万吉建设长远以来一直在屏东发展，那除了企业发展以外，我们也积极从事一些公益的活动。那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更好，国家能够更安乐。 那希望也期盼那个创世基金会这个活动能够带来回响，让这个活动能够成功，来帮助这些弱势中的弱势。 晨间厨房响应活动，让屏东县48家分店率先成为爱心据点，创世期盼有更多的店家一起加入，扩增爱心据点。其实行善呢，这个功德箱呢，功德桶，你可以做2件事，第一个就是您可以捐您习惯的发票。 把发票投进去也可以，那或者说您手边没有发票，你可以顺手把你身上的零钱也可以捐进去。那10块钱呢，价值1片尿布。那我们现在屏东有51位个案，他一年呢要22万片尿布，所以如果计算他的价值，要将近200多万哈。所以希望借由这个呢小小的功德桶呢，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发挥爱心。 认同创世的服务与用心，屏东东区福伦社社长吕家龙号召社友共同捐赠10000片尿布，全力支持即时做功德捐尿布活动。创世屏东院除感谢各界的爱心，也呼吁民众顺手捐发票及零钱，共同关怀植物人。屏东新闻张如英、张志豪采访报道。